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是叶酸的话，是建议在有计划妊娠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吃，所以你要提前半年、提前3个月都没关系。那如果说我没有开吃，结果发现怀孕了怎么办？赶紧吃上也是可以的。就早期的时候，一旦怀孕，就是给她吃，一般来说吃一天是0.8毫克，一直可以吃，甚至吃到生完孩子喂奶都没有问题。对这个孕妇来说，吃叶酸的主要的作用是。能够，因为经过这个流行病学大样本的一个调查，发现这个孩子一个神经系统的发育，这个叶酸能够帮助他发育，预防一个胎儿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畸形的发生。